这个漂亮的女孩刚走进酒吧，就有人上前搭讪。男子语言带着调戏，还动手动脚。女孩不耐烦地推开了他的手。当着众人的面嘲讽男子，男子在同行面前丢了面子，打算用暴力找回面子。此时他还不知道眼前的漂亮女孩有多可怕，刚伸出手就被制服暴揍一顿。她叫阿丽塔。 300年前，参加了天坠之战，一夜之间天空之城几乎全部毁灭，只剩下唯一一座天空城。撒冷上面住着的都是富人，穷人只能住在下面的钢铁城为富人服务。这天，天空之城又在丢弃废铁，医生在废铁中发现了一个人，上前查看，发现他还活着。医生把他带回了家里，装上了一副新的躯体。醒来时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医生给他取名阿丽塔，把他当做女儿一样对待，带他上街认识时，在这里认识了好友雨果。 雨果其实是个倒卖器械的，经常与朋友一起夜袭改造人。这天夜里，医生拖着一个大箱子，偷偷的出了门。最近改造人频繁被袭击，阿丽塔以为是医生做的，便跟了上去。看见医生正在跟着红衣女，转角处医生拿出了自己的斧头，准备给红衣女人致命一击。阿丽塔着急的冲上去制止。 一回头，美女不见了。医生意识到落入了敌人的陷阱，一个大铁块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三人围攻。医生根本打不过，正要被杀的时候，阿丽塔激发了自己的战斗本能，救下医生。很快，白毛和红衣女。大铁块被卸掉一只胳膊。 落荒而逃，在战斗的时候打斗中想起了一些事情，看到了枪击的场景，找回了部分记忆。医生之所以袭击红衣女，是因为她是个猎人勇士，正追捕逃犯，不仅是为了赚钱养家，也是为了给死去的女人报仇。回到家，医生对阿丽塔的心脏再次检查，发现阿丽塔的心脏很强大，能量足以驱动钢铁城很多年，是早在300年前就已经失传的技术，也让阿丽塔越来越想找回自己的记忆。这天，雨果为了帮阿丽塔寻找记忆，带她来到破败之地。 这里是300年前战斗的遗址。刚一看到眼前的这飞船，阿丽塔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力量。这艘飞船好像认识他，眼前的湖水很深，阿丽塔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来到船舱内部，身体本能地输入密码，出现一副精致的躯体。阿丽塔能与眼前的身躯产生共鸣，她觉得这副身躯应该是属于自己，于是带回家，想让医生给她装上。但是医生拒绝了，因为这是一副狂战士装甲，与拥有机甲术的阿丽塔结合，对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。医生不想让阿丽塔回到从前。 想让他重新开始生活，但阿丽塔不愿意。一气之下注册了猎人勇士，随后来到猎人酒馆。酒馆里的扎潘正在教训人，很快被刚进来的阿丽塔吸引。上前一顿嘲讽，结果被阿丽塔教育。阿丽塔踹飞扎潘，惊呆了在场看戏的人。阿丽塔跳在桌上。 嘲讽起这里的每个人，战斗一触即发，阿丽塔灵活的穿梭在人群中，运用机甲术以一敌十，轻松拿捏。医生循着动静匆匆赶来阻止，没人听他的，直到他大喊：“都想白跑，便停了下来。”这时。 门被踹开，是之前逃跑的大铁块。升级之后回来报仇，眼前没人敢惹，除了一只狗。结果被打得稀碎，大铁块砸出一个洞，阿丽塔毫不犹豫地跳了，伸过急的就是不一样。尽管阿丽塔很敏捷，但还是被划伤了。阿丽塔准备上前给敌人退后一击，结果触手太过灵活，一个螺旋式的攻击让阿丽塔无处可逃。即使如此，阿丽塔也没有放弃，用仅剩的手刺穿了大铁块的眼睛，记忆随着绝境出现，他的敌人出现在眼前，大铁块准备个踩碎阿丽塔时，医生赶来帮忙，用他的大锄头赶走了大铁块，救下阿丽塔。医生给他换上了属于他自己身体更加灵活了、手感也更好了。雨果一直想去天空之城，告诉阿丽塔只要赢得机动球大赛，就可以一起去天空之城。为了雨果，阿丽塔选择了参
他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更加兴奋。比赛一开始，先发制人的展开战斗。
一个不小心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，手下一个急刹，利用惯性把对手甩飞。下一秒开启反击。正激战的时候，雨果打来了电话，扎潘正在追杀他。阿丽塔跳出赛道，打算去救雨果。 解决掉追兵之后，快速寻找雨果。另外一边的雨果已经被扎潘追上，扎潘一扬刀，阿丽塔及时赶来两下，救下雨果。此时对面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雨果的悬赏率。雨果解释，但阿丽塔并不相信。阿丽塔是赏金猎人，不杀掉雨果就是违法组织规矩。阿丽塔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扎潘乘机偷袭，一刀刺穿了雨果的身体。阿丽塔为了救他，用心脏保住雨果的大脑，成功骗过了组织。猎物的有人飞了。 Выполни задание. Уничтожь Залим. 突然遭到大铁块的偷袭，阿丽塔毫不手软地把他劈开。随后，一个拥抱刺穿的眼前的城主傀儡。医生来电，组织的人追杀雨果，雨果逃去了天空之城的管道上，企图爬上去。阿丽塔前来阻拦，天空之城上的背后之人按下开关，上方滑落一个大刀，雨果起身想跳过去，却被砍断，往下坠落的时候。 阿丽塔抓住了他，由于工艺不合格，最终手臂断掉坠落。阿丽塔决心杀上天空之城，不为大义，只为他失去的爱人。